南投市中和社区去年在红十字会协助之下开办绿林相关课程，效果相当的好。因此今年因也再次来合作办理绿林舞蹈课程。老师所安排歌曲有老歌、毛流行歌，和老大人哪唱哪跳，大家拢参加真欢喜，就算忝啊嘛唔敢休困。流行几十年的四季红，在场的长辈大部分拢真熟悉，一边跳舞，阁会当一边对咧唱。老师特别选择老大人较高唱的歌曲来作为一门，简单的节奏、清脆的歌声，跳起来嘛更加有感觉。对，一般吼，对查甫跳吼是较避暑啦，啊。啊，你感觉呢？我感觉讲啊，着对大家安尼吼，身体较有一个安尼。啊，较好安尼，跳舞以后就较袂闭嘴啊啦。感觉心情较好啦，啊，顶遐落吼，落遐大吼，啊，无遐大好出来吼，啊，感觉较郁闷啦，啊，心肝吼一直想要出来，啊，一直跳都愈跳，身体愈硬啦。用着使人怀念的四季红入门，和老大人较有信心了后，老师嘛有教因跳这几年较流行的踩踩踩，活泼的节奏，和阿公阿妈愈跳是愈少年。那我选的给他们的歌曲就是说，哎，大家都耳熟能详，而且可以一边唱一边跳，然后呢我们中间呢还有穿插一些比较活泼的，像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啦，踩踩踩啦，我觉得呢我们的长者呢，他们虽然说音乐蛮快的哈，可是他们对这个节奏啊或是这个动作都还蛮喜欢的，而且跳起来都很有律动哦。我们从去年配合到现在，老人家的反应也很好哦。啊，今年也是继续跟红卫配合，热烈学习呀，哈啊，因为老人家很喜欢，他们会带动我们老人家手部、脑部、脚部的运动啊，也从去年到现在，老人家也增加了很多，对这个课程他们也都非常的喜欢。中和社区自从去年甲红十字会合作办理绿林课程了后，老大人的反应拢相当袂歹。原本就阿妈在去跳，一挂阿公感觉好耍，后来嘛拢做伙加入。社区嘛期待将来会当继续办理绿林课程，让长辈逐天拢遐尼快乐。记者陈信昌报道。